我给我来我转是吗？亲友票的最多的靠腰是啥小来哦，这翔哥那个 十几斤、百斤的石斑来咬了、破百的哦，华军刚来看咬下去的那浮标有没有看到？哦，中了，中了、哦，中一个虾头、哦。放了，有还是没有？普通吗？拉出来一点，拉过来一点，拉过来这边一点。好，解开解开。大的。普通的。感气菇的。是吗？不太会动。还叼着吗？斑呐、啊，小斑斑。小斑斑，一斑斑呐、啊。放那边，放他那边。好。拿去。一般般，中一般般。那个就跟那，我跟你讲。捞鱼，捞鱼哦。没有了。哦，这差六十斤。六十斤啊。嘿。你帮我嘞，帮你把饭给你。我去玩吗？打招呼。好。来。来，关锁。我放鱼啊。放鱼啊。我给，先放，放。哦，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受挫，受挫。好，浮头了，可以了，起来了。有吗？有吗？鲈鱼，鲈鱼。哦，鲈鱼啊。还是不会是海鲢吧？不知道。白的啊。要小心哦。好好好，你要站起来。没问题。等下去去那些很。手，它是全大鲈啊。哎。你人要不？啊。海鲈鱼啊。比较近的就是愚公岛过去的那一个而已。鱼库钓具，风就是这么大，竟然把树折断。吸不太动。就知道啊，不知道了、欸、Google 查一下也就会知道、哦、来，上次的挑战老实讲、不是非常的成功，因为我们没有准备了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挑战历史的记录，就在今天看能不能达成我们历史成就呢，我们一起走吧。
今天来了北堤挑战赛马拉松预备电动车自行赛开始。目前领先的是背号二号的 Eden 加 Adi 这一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跨入第二区块，就是我们直达灯塔，要开始准备进入了摇滚区了。Hello， 现在我们来到了北堤的摇滚区灯塔区域，也就是大雾的猎场的最主要的点。那刚好今天的天气还不错，也不能说非常好，也不能说非常不好，但是至少没有下雨，所以我们准备来测试我们的武器咯，加油！好，就是这里的最终站灯塔。OK。那是欧亚吗？就等大大太阳。好，来看一下我的杆子哦。现在是风蛮大的，准备迎接大雨。加吗？加油加油！扒住了哈！可惜。稍微往外跑掉了，有了有了，哇，赞哦！绿壳嘛，对不对？起来吗？我小鱼。小鱼啊。小斑斑。小斑斑，一般般。小斑斑。小斑斑。